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容量的大小，因为我们大概一般市面上的手摇饼大概都是700ml 左右，那以超商的特大杯的咖啡来说，大概是600到700ml 左右。那如果是需要有外带饮料，需要使用环保杯来装的话，你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注意是你的容量大小一定要超过750ml 以上，因为你要预留，比如说冰块或是配料的那个加进去，它是不是会盖起来之后有溢出的状况？对，那再来就是因为你会携带嘛，你会在外面去做携带上面做使用，所以你一定要特别注意的是，那个防漏的结构。那以我们这款回旋杯来说，它防漏的结构，第一个就是它的防水的细胶圈，它是坐在最前端，上面盖子的最前端，所以它盖起来封起来的时候，它的细胶条，防水细胶条，它其实会在杯口的里面做第一层的内封水。那再来的话是螺牙的部分，很多一般的保温杯的螺牙，它其实会在杯壁的外围做螺牙，但我们特别这款把螺牙做在内层，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螺牙是在里面，所以等于说我们的防水的封水的结构全部都会在里面，再来做一个防水的结构，所以它盖起来的话，它其实你看保温杯，它的那个水珠都会完完全全的被封在杯子里面，不会有渗漏或溢出的问题，对。现在一般市面上大概会分成几种的保温杯，那第一个就是不锈钢材质，就我说的是内胆的部分，那第一个是不锈钢，那第二个就是陶瓷，那再来的话就是像这一款的是钛陶瓷的涂层的保温杯。以不锈钢来说，它基本上的话会建议只装水，对，因为它容易吸附味道，假设你装咖啡可能就是会有咖啡的味道。那带陶瓷的话，因为它重量稍微比较重一点点，所以它携带不方便，或者是你携带的话它会碰撞会容易破掉。那钛陶瓷它的好处就是它在陶瓷里面加入了10%的钛，所以它重量轻，然后非常好清洁。